家好，我是张凤仪先生。在讲研发就 COVID-19 扩展频繁，强将频繁，最近因着在健康隔离，莫群众社宣通，大部分频繁的群体都当强口，多歇困，多是滚水，今日最后是为恢复，在讲出现最下群体，强严选联络日日久，微信 Q 六日久年年。照顾患者，强带着 M 还有手台药，创造清洁松手的环境，我患者来照顾者。总得了大强下人与外人接触，强确保不下空气流通。如果无法度避免，强用空间模式实现通，强度大白用过之后进行消毒。照顾者要注意自家身体空间。停止照顾之后，仍能到最每一摆了频繁接触感染开始，居家隔离14天。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飙股特快车》，我是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指数震荡，为什么震荡？我相信你很清楚了哈。我讲过啊，来来，我们来看月线哈。我有没有跟你讲六月份行情不会太差？但是因为收脚收的太长，所以六月怎么样？我在五月底已经先预告了，一定会震荡哦。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啦，起价跌没当休困的吗？好啊，跌一下你就觉得是空头来的吗？空台来，你也不用害怕啦。老师，啊，万一大跌呢？来，我帮你看大跌，我们赚多少钱？哎，不到一个月2倍，不到一个月3倍。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些股票啦，我全部跟你讲这没路用啦。因为你现在要听到、要看到的，不是跟我跟你讲说，嘿呦，我赚几倍啊，我赚几倍啊。为什么要看明松的节目？你看我节目不是来歌功颂德，来讲以前我多厉害。这些股票你都知道，除了毛宝之外啦。生技股没有人在看基本面的啦，来，每一档都有基本面哦。我问各位，基盛狂飙63%，蓝豹你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不知道为什么吗？有没有？第一季获利暴涨，四月营收创新高，营收大成长。好，来，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立台是不是也这样子？立台是不是也这样子？好，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德宏是不是也涨这样子？好，这些股票德宏也涨130%了，好。这些股票都是你知道的，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？好，第一季大赚，创十年新高，获利创十年新高哦。然后四月营收又创新高，大成长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哈，立台股价狂飙83%，请问是不是涨得一模一样？德宏股价狂飙132%，请问这三个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而且它的获利是创十年新高哦，老师，第一季的获利已经创下十年新高了，所以这种股票一定要买啦，好不好？我不是要跟你讲过去式啦，我再强调一遍，再讲一遍，想要来当这列客算啊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。老师，那你们最近买什么？你买的新股票有没有标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买的新股票全部涨停板，列档们会玩。猛杀五 A 会员哦，很简单啦、啊、哈、哦，我不跟你模棱两可啦哈、哦、啊，莫问哪一个会员哦，什么会员都一样啦。来来，我说做股票其实很简单啦，就是买真正会标的嘛。老师啊，我哪那几多几多没标啊？我无求你，你几个十几多标个变变叫有没有？好、哦，就是去买真正会标的，不然就是找全市场最厉害的人嘛。我说这是形容词啦、啊，不是跟你讲说我最厉害，至少你要看，你要觉得你看得很顺眼嘛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无你赚钱，你看得顺眼吗？今天如果买的股票都会飙，如果你都是大赚的，就是一只猪在这边解盘了、哦，你就觉得好可爱哦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强调一遍啦、啊，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啦，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啦，有实力就有办法找到下一档。你就会发现标股一档接一档赚完一倍再来一倍，我可以慢慢的示范给你看，
大盘我已经基本上我已经讲完了、哦、拉回你也不用害怕啦，没当拉回吗？你都好休困一下嘛。我五月底已经告诉你了，六月份本来我跟你讲说六月行情不会太差啦，看月线就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五月底之前，我有没有跟你预告六月的一开始一定会震荡？老师，为什么今天没有涨？哎，早盘不是拉上去吗？你知道拉上去代表什么意思吗？代表它随时会喷出，可是怎么又杀下来？代表上面压力还蛮重的。可是你看跌得下去吗？我问各位，昨天是不是盘中杀了两三百点，最后拉上来，为什么跌不下去？既然跌也跌不下去，拉也拉不上去，那就盘整嘛。那我说盘整对我们是有利的，你不用担心啊，这里涨都拉回，你不用害怕，爱会记得买，好不好？只要急杀就买，急杀就买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要买？很简单，旺季效应，除权息行情要引爆了，再加上季底，加上半年的什么季底作战行情啊，哦，刚好上半年 的尾巴，刚好第二季的季底都在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会有季底作战行情，投信会作战嘛，对不对？再加上除权息行情，有没有轧空秀？再加上什么旺季效应？我们老师上面旺季效应啊，所有科技股哦，旺季都是在下半年呐、啊。那他们业绩最好一定是第四季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有什么时候拉货？他不会等到第四季才拉货啦，股价不会第四季才开始飙啦，第三季就早就开始飙，对不对？通常在第二季底、第三季初就开始在拉货了啦。就是今嘛啦，就是今，哎呀，我忘记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跟你讲说我非常看好苹果，不一定，我不见得特别看好苹果。可是我要告诉各位，不管是苹果也好，不管是科技产业也好，不管是什么产业，大部分都是在下半年迎来旺季。那通常第二季底到第三季初都是拉货潮，哦，都是股票特别会飙的时候。好来，所以为什么你要有信心？你没信心，我有你信心吗？看完这我这波你还没信心，我也没法断啦。有什么会飙？咱跟你讲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咱欧美要解封啊，老师，咱疫情就严重诶，咱去年就严重，因够落，因嘛无落啊，现在要解封了，好、哦、啊，拜登继续撒钱，继续扩张。我请问，告诉我，你有看坏的理由吗？欧盟也在撒钱，哎、欸，我唔是跟你讲以前哦，我是讲今嘛哦，哦，之前撒的都不算哦，现在7500亿欧元，哦，还没发生，准备要发生。你有看坏的理由吗？其他我就不讲了啦，因为我都说过了，你的眼光跟格局决定你未来能赚多少钱，你如果小鼻子小眼睛绝对赚不到钱啦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不是乱买就会大赚，一定要买到真正的主流，你才有办法真的翻身。什么叫真的主流？就是未来会喷出的，会狂飙的啦。啊，什么股票会狂飙？来，好，我没有每天变来变去啊，老师啊，大家都在讲钢铁股啊，我从头到尾我都只讲铜。好，为什么？我就选那个未来成长性最大的，未来爆发力最强的，未来长线趋势最有大波段趋势的铜啊。好、哦，老师打个专辑，大家买要攻第一铜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有人讲第一铜吗？你要买第一铜应该是去年，不是今年。我讲过了啦，有实力就把它找到下一档，你就会发现标股一档接一档赚完一倍再来一倍啦，不是第一桶标，每个人都只讲第一桶啦，好不好？除了第一桶之外还有没有谁？哦，今年的第一档叫做龙科，涨一倍，我第一家给你推荐，我的会员全部都大赚。我第二档给你推荐的桶叫做龙科，我的会员通通都大赚150几%。我今年推荐的第三档桶叫德宏，到现在一张都没卖，到今天还在创新高132%，汤阿弟要起笑啊！哦，会员汤阿弟起笑啊！来，所有的人通通都大赚。你别甲我讲你无赚哦，你无赚我也无法度啦，神仙都帮不了你了。靠人，哎，股票已经起一倍啊，你搁讲你无赚，根本就是想好笑吧？132%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你一定是大赚的啦。好、哦，我只问各位，我不想跟你炫耀说我赚多少钱，这个你都知道啦。你有看我这波你用知啊，对不对？我都先预告的呢。我都先预告呢，欸，如果有一档股票未来它的走势就长这样子，它的 K 线就长这样子，你买不买？欸，我不是跟你讲说它现在长这样子哦，搞不好现在这些都还没有，如果它现在长这样子，未来会长这样子，你买不买？四大金刚，请你目睭开，用力买，
这样够，这样够不够简单？利用老师啊，我怎么知道那是哪一档股票？我再强调一遍，你真的不用客气，赚钱真的好简单。老师，我够简单嘞，因为天天都谈。我没有跟你分享吗？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？你赶快来，这样好不好？不用客气，不用跟我客气哈。你搞客气，你客气嘛，赚袂到钱哈。哦，你卖客气，你做你卖客气，你卡来的有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够不够简单？好，来，我也不跟你讲我赚多少钱的啦，反正就是大赚啦。哦，他在这边踢笑了啦。你可以问我很会，所有会员到现在都还有德宏，哦，不是到现在都还有德宏，从头到尾都没卖过啦，波段单、加码单，通通都没卖啦。哦，老师几趴了？几趴了？几趴了？我不是要跟你讲说我赚多少钱呢，啊？这昨天的消息啊 ，PCB 五告贺哦 ，ABF 瓦赫都瓦赫，你们老师都在跟你推荐这个啦，哦，去买了就套牢了，去买了就套牢了 ，ABF 三雄嘛，去买通通套牢了。我买毛利最高的，我买他们的上游哦。为什么？铜箔加玻纤布嘛，好。这 VCR 你都看过了啊，铜箔加玻纤，铜箔加玻纤，一笼中无，而且涨最凶的两个原物料就是这两个。好，哦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一直抱着啦哈，哦。这是我跟你讲的底部，跟你讲的时候，都在家嘛，都在家嘛。好，哦，啊，现在可以132%了嘛。哦，你要看 VCR 的，麻烦你去看昨天的节目，或者是看到上礼拜。哦，从昨天到上礼拜我都有放这段 VCR， 你自己去看就好了，哦，我今天没有，我今天不会去放这段 VCR 的，哦哦，因为你都看得烂去了，对不对？同样的道理啊，台股崩盘的时候我叫你买什么？我买的都全市场最标毛宝90几%。好，你说毛宝喷出了不要去追，先卖一趟，转去买德宏。我前一天卖龙科华龙，哦，连续两根涨停板做价差那一趟卖掉，我买德宏，然后隔天毛跑飙到全波段最高点，卖掉也买德宏，我连续买买三天啊！来，好，你说你没有买毛跑了，你要买什么？你要买什么？这趟几杯我不知道啊，你给算了，哦，啊，这老师啊，我从头到尾就跟你讲这个，有没有60几%？60几%啊？老师你敢不讲？好，我让你看我有没有讲啊，哦。我5月12号跟你说我要买吉盛，我没有偷买，你放心。那时候行情不好，没有人会偷买啦。5月13号跌停板，没人要，开始买。好，哦，我当天节目上公开预告，你没有看过这种节目啦。5月13号，会员买什么？今天买什么？买什么？买什么价位？买跌停啦。好，股价飙了6根涨停板，5、6根涨停板。5月25号，我叫你把它卖掉，我们赚够了。拖了一个礼拜它都没涨哦。上礼拜是拉涨停板，全市场都在歌功颂德，通通都跑去当蜘蛛人。好啦，那又怎么样？礼拜五也没有创新高啊，上去就马上重挫啊。礼拜一昨天又重挫啊，我们来看今天一下，继续跌啊，哦，你相信我啦，未飙就是未飙啦，已经两个多礼拜了啦，已经两礼拜完啦。请问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买？为什么不能买？大家都猜啊嘛，对不对？60几%嘛，63%嘛，对不对？我敢无预告，跌停板叫你买，涨停板叫你卖，会买会卖才是真正的赢家啦，对不对？赶快得利啊！台股暴跌1000多点的时候，2000多点的时候，我问各位问你，我叫你买毛宝，你有没有大赚？90%，我不是时报我报哦。5月19号当天我说我们换他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前一天卖华龙买这一只，隔天毛宝卖掉也买这一只，我连续买两天。好，来，请问你告诉我，老师狂飙92%，那卖掉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买回来？哦，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什么时候可以买回来？我有没有讲？不是卖掉了吗？啊，老师都为这张卖掉回来啊，不吃吗？啊，不是吃吗？这就上低点吗？好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没有买在最低点哦，但我所有会员都买在几乎最低点的附近，很低啊，反正就是地板上啦。好，又大赚了啊，老师，你用讲诶，你用币也像没要。好，你要买在这里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要什么时候先预告？这一天先预告嘛？啊，这一天我有没有预告？好，来，
这一天我们这一天是5月31号，隔天是6月1号、6月2号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嘞，你要买在最低点，要在哪？你要在哪里预告？啊，你看老师，你看我预告，麻烦导播没事啊。5月19号这一天，5月19号那一天，我有没有卖？我可以，老师，毛宝92%换他喷。现在回过头来，好，来，他今天是不是跌下来？他现在是又杀下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重点是这一根黑棒，3.3万张，有没有？从当天的最低点36又拉到涨停板，又从36一路拉到52块，是不是又飙了一大段？哦，所以这是大量换手区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如果你是主力买了3.3万张，我不要说主力啦，如果你买了3.3万张在这里，它现在股价回到这里，你会怎么做？照理说你应该再把它拉上去啊，对不对？那老师，我们注意看这里都没有量，是不是都没有量？加拢没量嘛，对不对？代表什么意思？好，你去看 K 线就知道，分盘交易，所以没有量嘛，所以你会等到什么时候去拉？很简单嘛，分盘结束，或者在分盘快结束的最后一天，哦，机会就来了嘛。欢迎绕回到现场啊！5月31号预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看我节目，你什么时候买？5月31号的隔一天，6月1号，我问各位，你敢买吗？透早惊到要死啦，买盘，老师那分红啦。哦，6月1号，哦，而且分盘的最后一天嘛，啊，不然就分盘结束嘛，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你有看过人家都先预告的吗？还是没有？老师打开都涨停板都骗笑哎、欸！哦，要做那种节目我也会啊，每个人都是天啊，每个人都是神啊，对不对？你敢买吗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遍啊，我再讲一遍啊，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啦。不然你就跟我说你的股票起100倍、1000倍嘛，我也相信啊，对不对？骗笑的，对不对？你也要先跟我说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买得到的，保证你买得到啦。礼拜五涨停板，礼拜一涨停板，今天礼拜二开盘一大早又差一点第三根涨停板，我们早上通通在卖股票，派大获全胜，高级涨停板通通放口袋，会买会卖才是真的赢家啦！135%，有够好赚的，赚到这变鬼啊！老子要135%，那为什么你们要卖？好、哦，我没有卖，会员没有钱买新股票啦。哎，你周末有来的，你帮我做见证一下好不好？立五来，你帮我做见证一下好不好？我有没有叫你买这支股票？啊哦，老师啊，卖了要买什么？好、哦，我跟你讲什么？好、哦，我买这一支啦，我嘛唔惊你知啦，我买啥？我买泰富啦，我就真的买泰富，我所有人都买泰富啊，我买泰富啊，好，我买泰富啊，为什么买？底部啊，准备要飙主升段啊，买阿美喷出的股票，我带你买还没喷出的，哦，欸、毛宝已经130几%了，他已经喷出了，我们买还没喷出的泰富，至尊大 A 嘛，我就买泰富，哎，够简单，好，我也没有偷买嘛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偷买啦。我讲完的隔天，那礼拜一，没有人跟你抢，没有人跟你抢啊。好，那昨天大跌你不敢买，那今天你敢不敢买？我就买一支，接着再喷。老师，你嘛敢袂收行？你的毛宝135%呢？啊，你拢有跟我讲呢？啊！你卖掉你今麦买，你比今麦买泰富，今麦个涨停板。你说老师，为什么你要买泰富？为什么你要买泰富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跟你讲的不是那已经飙到外太空的股票哈。我先摸底价背背，你不要觉得老师涨一根涨停板很了不起。我跟你讲，这里跟这里是一样的，这一段叫出生段 ，key 能背啦，这里叫主升段。它股价从这里跌了2个多月都没涨，刚好跌到这里。刚好打到这一条线叫半年线，刚好打到这里叫半年线，两只脚底部买在这，你绝对不会受伤，买在这有够安全的啦。啊，那喷主升段哦，你有赚到起效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再看这里哦，请问跟这里有什么两样？突破股价直接飙2倍，这叫出升段。这里站稳一喷出，
啊，我也不知道会涨多少啦，反正买在这里非常安全。我问各位问题，你现在是要买还没标的，不是买已经标的？我问各位问题，这个是为什么今天会跌？它已经喷出了、啊，它已经标了、啊。这个为什么今天会跌？它已经喷出了 啊， 啊！全市场最标的是哪一档股票？专企的熊标的是这个呀啦，它已经喷出了嘛，所以我要买还没喷出的嘛。接着继续大赚哦，老师、啊。你啊，等于用预告对不对？啊，无你买这，我现在我不会叫你去买立台啦，已经183%啦，今麦无什么人好讲啊。你们老师不是做臭屁啊？我的立台赚偌济钱？哦，你的立台告诉我这标啦，132%啦，这个我已经不想讲了啦。老师你跟我讲啊，麻烦导播，不是啊，这是吉盛，这是德宏，好，这是吉盛，这是德宏，啊，他已经公布了。他还没公布，所以我认为他还有戏。同样的道理，来，你会发现我找的全部都长这样子啦。哦，我才跟你讲的而已嘛。立台啊，哦，你也不用去追吉盛了啦，是不是立台？是不是立台？我就带你买立台啊。因为老师啊，这表现这么差，能买吗？我买给你看，我买给你看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谁会叫你买立台？欢迎再回来，我要老师也有标83%，你哪会无讲？哎、欸，我无预告吗？个人阿公诶，大家拢阿公伊无谈，我嘛唔知道你是到底是倒伊无谈呐。你两个不谈哦，神仙也帮不了你啦，这样好不好？这老师也在探在嘴，我好谈哦，哎，这我好谈哦，哎，这我好谈哦。你今麦无谈着，你也讲啥？你讲啥？我知影啦。哎呀，老师，你们股票都已经飙成这个样子，我都错过了，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说你真的没有来不及，这些你都错过也没有关系，我找一档真的最飙的股票给你，四大金刚，它的涨幅未来会。震撼全市场！为什么叫四大金刚？来，我唔免跟你靠臭屁，我赚偌济钱啦！这四支就好，哎、欸，这四支，好的，不到一个月两倍，不到一个月三倍，它叫四大金刚。哎、欸，亮哦，吉盛、立台、毛宝、德宏，安尼加起来五倍，到上个礼拜为止五倍。后面涨的都不算，到上个礼拜不到一个月五倍，好，它叫做四大金刚，它的涨幅我已经可以预告了，未来会震撼全市场。你想要翻身的，赶快来拿，真的不用客气哈、哦，老师，你说它的涨幅会震撼全市场，未来会震撼全市场，为什么？你知道？很简单，这是大家的共识，最标的一棒。来电就有，贴到，让你一路赚到发疯。四大金刚，你想要翻身了，赶快来拿四大金刚！今天要送给各位，你还没大赚的，我们就买最标的这一棒，直接送给各位。电话开通，四大金刚，直接送给各位。打电话进广告。守护台湾，守护家园，最艰难的时刻，我们永远与你同在。188防疫专案，帮助您守护你的财富。营业投顾守护专线02-81-3366，81-3366。Live 直播。来不直播，来不直播，定金上线。
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我已经换装了具备三大安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掉，因为你准备的。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。哦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换表真好，安全没烦恼。飙股特快车。欢迎到我的现场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你还没赚到钱，今天赶快来，不限任何名额，有来拢中午，你只要花一块钱打电话，打来就有，这样够不够简单？你想要翻身的，真的想要翻身的，赶快来拿，因为来电就有，贴到让你赚到，赚一路赚到发疯，它叫做四大金刚。我、哦、老师，吉盛绿台、毛宝德宏、国杯，啊，你讲这个是上标的，最标得一棒、哦、为什么大家的公司、哦、你不用问为什么，反正你就买就对了，还变得很好，它是最不标的德宏135%，这一支既然是最标的、哦、你赶快来，想翻身就赶快来，不限任何名额，电话卡海通不传真，直接告诉你四大金刚是哪一档股票，免费送给各位，打电话主管总经理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